我叫那个徐俊，我是来自中国杭州，我今年45周岁。最初来法国，我刚才说了，就是通过家庭团聚，跟我太太生活在一起，然后我们两人选择了法国巴黎。他是在90年代，他是在八八年的时候就已经到了法国，还是这样。第一个最大的困难呢是刚来法国的时候，刚来法国的时候呢，我觉得呢找工比较困难，因为呢我在中国呢是厨师，我在30岁的时候就取得了中国特三级厨师的称号，我是在18周岁的时候呢专门。在中国的宁波有一个烹饪学校去培训过2年多时间，然后到了法国来呢，我找工的话呢，就是说这里的中餐馆的老板呢，他还不太认同我那个炒菜的这种做法，因为到了巴黎，我刚来的时候呢，我觉得呢，这里的中餐馆呢可能有点变味，迎合这里的欧洲人的是那个口味。然后呢，我就经常性换工作，老板呢他也不认可。然后我想想呢，我也觉得心里很理解，因为呢当时的话呢，他有他固定的生意，他也就是说没有想去通过我的菜的或者是推陈出新啊，或者给他改良，他就觉得生意上面呢可能有一点冒险，可能把会这个那个客源呢反而会受到一点影响，所以说呢，我当时呢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，变成我呢，反而呢，我是一个专门的这个方面的一个，就是说，说那个人才也好，说是技术人员也好，我倒反而觉得很难找到工，这是我最初在巴黎的最大的困难。现在呢，最大的困难的话呢，因为我现在自己开了一个小的餐馆，我在巴黎三区，现在的最大的困难呢，变成我。找工人很难找，因为有专业的这种技术的这种那个烹饪方面的人呢，我觉得很难找。一个还有法国呢，还有一个居留的问题。如果说找非法的工人的话呢，还要法国人还要查税啊，还有自己的那个这个居留方面啊，可能都会受到一点小影响啊，或者怎样，影响了我这个店的发展，或者就是说。在法国的话呢，生活久的人都知道，就是说，工人，像我们这种特殊行业的，就是说相对来说是难找一点。因为在巴黎的话呢，我们在中国的话呢，我是，一般来讲的话呢，我们一个人总要顶2到3个人的工。然后到了巴黎呢，因为由于工人专业工人难找的问题呢，三个人的人工呢，可能呢，我只有2个人去完成，所以说在巴黎呢，我觉得呢，在餐饮这个方面呢，我觉得体力的付出要比国内要大得多，这个就是我碰到的2个困难。我觉得呢，我在法国的生活呢，我自己觉得很好，通过我的努力和那个坚持，我在法国的话呢。我觉得我的生活呢，已经达到法国人的中等收入的生活，对我来说比较容易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自己手上有技术，通过我这个小店已经开了11年了，小的餐馆，我也有一大批很固定的客源。生活来面，就是说从那个物质方面来讲的话呢，我觉得呢，我已经就是说不会。产生什么大的问题了？从精神方面来讲的话呢，我在法国巴黎的生活呢，我也觉得很开心。谢谢法国。特有的东西呢，我觉得呢很简单，就2个字：宁静。但是说我每年的感受，或者是每个阶段的感受，还是有所差别的。就是说这种宁静，在我的心灵的那个沉淀方面来讲，
我觉得越来越厚重，我越来越享受这份宁静。尤其是每次度假回来，回到巴黎，我这份感受，这份就是说，每次就是说回来以后，心态会更好，一年都比一年好。可能呢，跟我的年龄呢逐年的增加也有关系啊。这个反正我也说不明白。我觉得我离开巴黎一段时间，我会很想他，我会非常的挂念他。我觉得我们生活在巴黎的人呢，这是一种福气，这是一种天好。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生活在巴黎的人都是天之骄子，有这么好的一个氛围提供给我们。我觉得我好像在巴黎生活了十多年，我觉得有一点离不开它。法国生活，你说从我们生活来讲的话呢，最让我满意的呢，就是说了是那个简单一点啊。法国巴黎的气候非常的好，非常适合人居住。我们在这里的工作、朋友的关系呢，我觉得非常的简单，让我心里呢从来没有过的轻松，这个是让我最满意的地方。好了，我在法国呢改道，如果说一定要说有不满意的地方呢，我觉得呢就是说现在整个欧盟或者是整个那个世界性的吧，经济下滑以后，然后法国制度的宽松跟那个欧盟的扩大、移民的增加，最近几年尤其在治安方面的状况有所恶化，这是我在法国生活对未来最大的担忧。不过我相信法国政府跟法国的那个警察一定会有所缓解，或者把那个处理好这个那个治安问题。是对这一点我还是充满信心的，因为这里我觉得还是一个民主的国家，一个比较人性化的国家。我首先想到的是阳光，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啊，在法国的气候非常的好，尤其是巴黎。那么从第二个来讲的话呢，因为我觉得呢，我在法国的生活呢，我心里的觉得充满阳光。我觉得法国大多数有确切感受或者有真实感受的人，我想他会想到用阳光这两个字来说法国的。其次的话呢，真诚啊、自然啊、宁静啊、安逸都可以。我觉得呢，也是我表达了我想说的对巴黎的一个最主要的感受。但是有人会问我，那你说巴黎都市这么好，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巴黎像地狱？那么其实呢，我说关于跟地狱跟天堂这个两个完全相反的层面的东西的话呢，我觉得呢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，这个跟每个人的心态、一个生活的态度都有相当大的关系。对我来讲的话，你看我到这里十多年，你看我每天的生活，最主要的生活的时间、工作的时间就在厨房里，只有十个平方米还不到，我整整站了11年。当然了，我指的是在工作炒菜的时间，这个时间来讲的话呢，一天呢加起来的话呢，可能有8个小时、9个小时累计啊，那我就站了11年。对我来讲的话呢，努力的话呢，是一个先决的条件，你不可以少的。但是说对我今天的我来讲的话呢，坚持可能要比努力要更重要。所以说对我的生活来讲呢，我今天有这样的站在这里，今天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在说我对巴黎生活的感受，那么对我来说当然是天堂。那么是那个别人来讲的话呢，他可能刚到法国啊，可能在法国也待了有个5年10年，他找工作方面啊，可能呢就是说做个2年3年就马上又要去换一个工作啊，啊，可能呢就是说自己朝三暮四啊，我们中国就是说心态不是很稳定啊，那么就是说生活到现在的话呢，可能呢也觉得呢生活的压力比较大，同时带来精神的压力也大，
那么对他来讲，可能他就是一个地狱。我觉得跟地狱跟天堂的那个区别，最主要的还是在乎你怎样的对生活的一种态度，怎样的一个心态去面对的问题。我想在巴黎生活是怎么样的？我想有正常感受的人都会觉得生活应该是很好的，因为无论是它的那个美丽，无论是它的建筑，还是它的那个制度，还是在法国生活带给我的一切的感受，我觉得好与坏不用我再多说什么的。好，我想这个我从三点来谈。第一点的话呢，法国呢是一个旅游大国，这个它的那个景色是世界公认，这个在世界上面都是公认的啊。那么对于旅游者来讲的话呢，是一个最佳的目的地之一了。那么这是第一点。从第二点来讲的话呢，因为现在中国跟法国的联系比较多，尤其是现在那个留学生的话呢，每年呢都是大幅度的那个增长在法国。那么我想跟留学生的话呢，就说几句话，是我在法国生活的感受。如果说想到法国来留学的话呢，我觉得的话呢，就是说你想了解一下世界，那么在欧洲，尤其是对法国来讲，你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目的地。那么我觉得你呢，三年五年的时间呢也够了。如果说你不想在法国长期生活的话，那么你就早一点回到自己最终的下辈子的，不是下辈子，就是以后的生活目的地去。我怕你留在法国留了七年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，你回不去。当然你人可以回去，我想说的你心回不去。因为呢，在法国的话呢，现在的居留呢，确实在整个欧洲来讲的话，法国的居留的话呢很难取得。然后呢，你居留呢又没取得，然后呢人呢或者心呢都是留在巴黎，然后你可能呢以后呢去美国工作，可能去中国生活，回到你的那个祖籍国。那么这时候呢人呢有很多的纠结。所以说我想说的，你真正来留学的话呢，就是把你的学业完成之后就马上就回到中国去，要不然你有长期准备的打算。好了，关于这个问题我就回到这里。还有一个就是说，是第三个问题，就是说想长期在你到了法国以后，你想长期想到法国生活，那么我刚才在前面一个问题也讲了，就是一个天堂和地狱的关系，你就准备着吧。好，再见。